珍惜再来的宝贵啊的时间呢、啊，啊，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澳洲来讲啊，全宇宙第一，啊，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的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啊。现在的人体来讲，啊，它是科技的科技啊，就像我啊，虽然不认识字，我找到这科技的科技的来。啊，那科技科技要怎么找？给大众讲啊，你越夯呢、啊，啊，越老实啊，对你越帮助越大。啊，佛法教导、啊、提醒孩子，一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了。啊，拥有许多任务啊，使命啊，等待自己一一完成。啊，使生命的存在变为为自身的充满享乐。啊，是有更高目的意义，这个要听经才懂。像现在人他不懂的来啊，为着生啊，做做做做做做，到后来都是空的来啊。为什么做做做做后来空的呢？这个身体啊，给这种你一不小心就造业了。其实孩子也不懂，像我们已经啊，无量次无量次再来了。像我自己很幸运的 啊，碰到净空老法师啊，啊，也是人家拿给我看，也感谢张师兄了，翁师姐，没有他们拿那个啊，师父净空老法师的第二宣讲，啊，我不会去听的了，我听了两节了，我觉得我要学了，啊，在学什么？他是不老不病。他没有讲灵性不死，以前净空老法师不懂，他只是不老不病不死。那身体也给大众讲，身体的时间它是很有限的，非常有限呀、啊。所以孩子们需要面对许多重要的任务和使命，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找回自信，回归内在最真实的本质。说这个迷失的时间，孩子啊。常失去自我，没有人懂啊！说孩子需要面对许多重要的啊任务及使命，所以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找回自信啊，回归啊内在最真实的本质啊！在这迷失世界中，孩子常常迷失自我啊，埋头于外在的追求与表象。佛法提醒每位孩子，要透过修行的历程啊，像我们这里就是看自己，不要看别人啊。你跟人家不合适，你不对，不是人家不对。像以前呢、啊，啊，台南有个人来我们这里，跟人家不合，我叫他走台。我问佛，佛说先回去吧，不是佛不要你，他现在超度很多。啊，他不是不相信，他也不能做主，他是灵体。像这灵体很麻烦哦。啊，灵体在我们的相关道是很好用，他就是灵体了。啊，灵体空间是开的，可是也有人教，你教不好跟魔众走了。像他打的东西，我要看过的嘞。啊，提升，所以。重新连接内心中纯净之心，找回啊内在宝藏，找回真实自己。在我们这里容易啦，看你要不要。每个人都第一啦，看你啊能做多最好，一直做。啊，像我自己讲，最好不要吃饭了，吃饭还咬。啊，能够时间多一点，真的，时间不够的。现在活在相关大佛寺啊，大家要珍惜哦。救助众生也是再来重新使命之一。阿佛法教导孩子，应以慈悲智慧，尽自己本能力量。
啊，无私奉献和帮助他人。像我们这里帮助是要你不病不老，灵性不死，全宇宙第一的。像这个身体啊，要自己去克服啊，惰性啊，你就淘汰了；积极啊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像这个华鲁，他是很积极啊，啊，他已经污染很厉害，所以回来比较难。真的，他也知道这佛法好啊，他整个网站都看得见的。啊，说在这世界上，许多众生正在受苦，啊，自己也可以尽微薄之力，善行而关怀他人，以各种方式来解救有需要的人，像用佛好最好。他调身，他叫你啊，身体晶莹剔透，没有恶劣。你跟我相处就是这样，我都看人好，我不看人不好。家里面不听话很受苦哦，啊，不听话怎么不听话？人家教导都不听，在我们这里你好可惜哦，非常可怜的来。啊，而且我们在你这里教慈悲，啊，不管人家讲的这多难看，你都要看好，啊，不然讲的怎么样，你都要看好。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啦，啊，所以慈悲，慈悲再慈悲，啊，慈悲的行为啊，不仅对他人有益啊，也扩展自己啊心灵和内在的智慧。看好了，像我从这里啊，我开始在讲经，在实践，我都教你的好，像我的进步，我看好。我不敢玩，而且现在孩子都不听话的，啊，给你讲危险，不要下去，你偏要下去。尤其是男女哦，哎呦，啊，还没有开始，我已经看到你已经堕落了。像这个眼睛啊，无眼圆明，很棒的嘞，啊，一个正的走，一个斜的走。啊，斜的走是这样，正的走是这样，这因果定论都是自己害自己的。啊，所以给大众都自救了，不是谁救你，没有人会救你的。人生难得哦，啊，有这个事要珍贵，像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我给全世界什么我都不要，我就要好好跟佛在操作，啊，把自己呀，啊，能量越大，我能救更多人。像我操作这么多，啊，我每天攻击的人，啊，你说会不会？我才不会。啊，他一攻击我就表示我操作的非常成功，他们恐慌了。像某种不晓得，我今天没功，你某种没人救的啦。啊，所以慈悲的行为是不仅啊对他人有益哦，啊也能够扩展自己心灵啊和内在的智慧。真的，啊，借由啊完成这个使命，孩子可以啊逐渐解脱。啊，可以的，要你听话，获得内在清净和自在，啊，自教自证，最终要看自己了。很多人不懂，像以前我都一天当两天用，啊，主要也是跟着佛法，啊，能救多一点人，啊，所以借由完成这个使命，孩子可以啊逐渐解脱，啊，获得内在清净和自在。啊，自小此生最终将解脱时，
人到没路了，死了。你看我从小看死了就埋在土地，以前也没有烧了啊。在我们八十年代死掉就埋掉，而且还去捡骨头，不懂啊。那时候讲啊，人就没有了，哪知道他灵还在。以前不懂啊，学佛才知道灵不生不灭。像在殡仪馆啊，人家在烧身体，他就站在旁边，他的身体被烧掉，但是他进不去了。像你常常访问的死掉的人，他就站在旁边，看他儿女在哭了，他没办法进去啊。时间到了，人体没有人了解的，它是科技的科技哟、啊、像我们现在解脱并未逃避痛苦障碍啊，是超越世俗迷惑的境界啊，觉悟此生呢、啊，能够关照自己的身心，都要自己救自己啦，而不是谁救谁。我也给大众讲过了，父母啦、兄弟姐妹也要自救啊，这个就是你学佛了啊，自己兄弟姐妹也要自己修啊啊，你不修我们也没办法帮助，就像儿女也一样，我们没办法帮的，我们要这样你要这样，那就没办法。像不能做主很严重哦啊，人家不见性无所谓，你要服务大众可以啊，那也有就是啊，这做人啊富贵了，不可能往生西方了啊。说解脱并非是逃脱痛苦障碍啊，超越世俗迷惑的境界，觉性啊，觉悟之成，能够关照自己身心，很重要啊，真心很重要，一点假都有，都有因果。像我们希望啊，一千个比丘一个比丘尼，都是身心疗法啊，愿望能不能达成，你净化就可以了啊，绝对不能进空间，进空间就输了。其实现在在我们相关大佛寺啊，进空间法人救你，在外面不行的 啊外面一走一走，走了三分七步都没有像这个啊，佛在开始，老师开始啊，你们要把它停啊啊，假如你坚固的执着，坚固的主观啊，坚固看法，你的身体可能就给人家用走了。在我们这里打开了给全世界人讲啊，其实人体不能做主就输了，而且你说他快不快的，他不快的，他很痛苦啊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坚固执着，而且也不改，重症就不会化解，很简单的啊。看他这么老实啊，心动都不行，所以啊，看破内在执着与烦恼啊，便足以放下屠佛啊，且说是内在转变，让孩子得以啊超越有限生命，灵性提升，觉醒突破啊。所以在这再来的旅程中，灵性的成长是孩子必须追求重要目标。我们这里在教的灵性提升呢，所以今天活给华儒讲，我们不要你去搞这个，我们要你灵性的提升。
啊，相关大佛寺全世界没有的嘞，全宇宙没有啊，佛祖就在这里啊。啊，你就崇尚，你什么都看好，念头一起来就是帮助人。你学佛很快见性啊，说在修行和学习呀、啊，一生是在来世，孩子啊，孩子们有着重的使命任务啊，佛帮助我们在这里听经很快的，找回自信呢、啊，救度众生。实现解脱，啊，灵性成长，这都是努力追求的目标。啊，所以找个自信救度众生，实现解脱，灵性成长。啊，这努力追求的目标了。啊，所以当然从希望中的清醒，啊，并有意义的方式来啊体现生命。孩子、啊、将走上一条充满智慧、慈悲和内在平静的道路，很重要。啊，我们来看看法心法问的改变命理的意思品。啊，这个法问这一直叫广缘品。在今天呢、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我相当的感恩啊，特别感恩阿弥陀佛和诸佛，感恩在轮转的过程中。让我们看见世间的真相了，啊，更让我知道要求处理的重要，啊，在我明白这些后，啊，我时常大声地练习南无阿弥陀佛佛号。当我练得没有万念时啊，我可以感受到佛在加持我。今天是我往生西方极乐的日子，我念佛念得特别大声，总算有时我将我直接啊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希望的庄严透亮，啊，让啊能有种透心凉的感觉啦，啊，我的心中很相当感恩，啊，我是啊广元平，啊，我因为自己是执着当了一次品，过去我一直想要成就，想要爬上高位，用一次品最快高级的笔来签名，证明我是一个相当有派头的人，但我还没有成就时，我就。已经买下了一支笔，每天就像在做梦一样，握着这支笔，想要自己穿着西装，和很多人对自己很恭敬样子。当然手中也有公司中相当重要的文件要签，啊，握着这支笔签下啊名的同时，我感到神采奕奕。啊，以上这些纯属是我一念中啊梦想而已啦。啊，我有这样的远大的梦想啊。但并没有实现，啊，本来我正在初级呀、啊、自己的能力啦，啊，企图心、野心都已经准备好，想要将来好好的发展，怎么知道这一场事故的意外，一台啊开回快车的车朝我碰来，从头呢碰击到我头部，我头部就当场啊脑死，当下我正在。要赶去一个精进的课程，为了要塑造自己能力，同步又要振作自己成功的白日梦，手握着那支笔，没想到我就变成一支笔，啊，我当过了各式各样的笔了，一下是铅笔握在孩子手上，一下是圆珠笔让啊即将要考试的学生使用，啊，在成为艺术前一天。我如愿一支不错的高级笔，这一次我头啊抬得高高，身体在发亮，站在卖场的橱窗上，等了一个认识佛人来将我挑走。等了好几个礼拜后，总有一个穿得不错的人选上我，但我被那时相当开心，没想到抬头一看，啊，竟然是我多年好友，已经好几年不见。之前我一直劝他。人生要有目标，要有好好的想啊未来。那时候还有漫不经心的、啊、回答我，没想到没几年，他整个人啊，散发出感觉完全不同。啊，他将我买下成为他的物品后啊，我认真的观察他，感受他，
接着我知道他是一位保险业务员，在保险这行业已经待了好几年，这行业就我所知很竞争了，需要很高的业绩才能真正赚到钱。我看他每天从早到晚安排相当多的客户拜访，有时候是关心客户，有时候帮他规划保单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用心也很真心。我也要规划出每个人适合的保单，他会用心的了解啊客户家庭背景还有经济规划。我每天啊都放在他胸口啊，跟他一起出入各地方。我看到很多时候他的同事夫妻他的提倡加保险专业，为了业绩总是舍烂连发，追求高成就啊。但我这位朋友不为了这个，他是真正用他的信念帮助人。他这问啊发信啊令我感动，好几次他真心的规划需要给客户最好的保障，却被误会为爱情啊真业绩啊真绩，曾经遭过客户破口大骂，不幸的好几次一直笑着，甚至没有薪水的啊啃面包过日子。我以为他会沉到谷底，没想到每一次都是用力啊地再涨钱。接到订单时他欢喜，但是很快又再出门糊口。于是他接到一个电话中是他的表妹，表妹哭着说叔叔突然倒下，叔叔离婚，是家里唯一大人，所以表妹很急，他去接表妹，再带表妹去医院看叔叔，紧急呀替叔叔申请保险赔礼，啊不然连住院钱甚至生活都过不下去。叔住了医院一个礼拜，特别是感谢我这位朋友啊，要不是啊帮忙啊家里申请这笔钱，家里真的过不下去。我看他们相当感动感谢，我对保险这信念重新改观。好几次保险里理赔都及时帮助这几个家啊家庭，跟随的朋友看着每一个家，看着社会的变化，我现在相当多的感触了啊。本来啊急功好利的心啊渐渐平了下来，朋友的真正也影响了我变得真诚了啊，每一次啊，我也影响了我变得啊真诚，在每一次跟着跟随朋友出任，总希望可以啊真正帮助人啊。当这其中的心情也复杂了，如果用上保险啊，表现家里出意外或生病，所以心中总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。但现在人生病真的不少，和朋友一起带着有些困难，心情帮助他们。我在这笔总账陪了我朋友12年时间，3年后某一天，朋友为了帮助一位跌倒老太太，将老太太扶起，弯了腰，啊，而在这胸口这笔滑度滑在地上后变成2截。当时我的灵魂伸出手，像是要抓东西，没想到还是啊跌掉，从中跌落在地上，瞬间我的灵啊抽离彼身，进入地排队进入阎王。当我跪在阎王面前，阎王问知道为什么来这里，我摇头摇头，本来你因为自己的执着还需要单比16世，但因为这一世啊你跟随这个朋友帮助不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真心改过命运。这位朋友啊，你们过去时就在一起过，本来说好在一起帮忙，却在命运安排下各自纷飞，这一次相遇以不同形式共同合作。听阎王这说，其实我有点讶异呀，但确实啊，我心啊跟以前完全不同。我就一股声音出现，希望大家啊都可以不要再受苦。阎王说，命运是自己有办法啊，命运自己才有办法。方言，你转了心，等待转了命。阎王啊，提供我当了一株修了好虎大种，我听后相当感谢。成为一株后，我进入了受报刑场的服务，哀嚎声看到每一位众生
啊性情背后的强引，每一个人呢强引处不同，但为了这需要的付出代价，这让我心中许多警惕。当然，一直是我在地狱中听到师父讲经，化解佛法，经典是在教导大家超越生死，啊，更了解，啊，了脱生死，不是帮助这身体开悟，而是帮助灵性处理，啊，能够超越世间的诸苦，让灵性有希望级的世界归宿。在我知道之后，我就一直恳求他，也感恩有佛啊存在，可以代代离苦。我曾经希望自己也可以有这机会处理啊，终于等到今日，感谢师父带我六十一组往生西方，啊，西方清凉美好，让我感受其中，啊，感恩佛，感恩师父，希望可以成愿，将来帮助众生啊，发大愿有用啊。所以这个译注啊，现在我叫他翻译的这八九章啊，这为什么？啊，这做万物，我们人体啊，你今天不去希望，你做万物来啊，我们一直做就去做万物了啊。所以啊，江水寒老师开始讲啊，江水寒啊，看尽呢、啊。无数星芒时，受尽无边的风从雪，空间无数重重天，茫茫众里盖江水。啊，我在超黄河就看见了。啊，不管黄河、淮江、珠江，还有我们淡水河，都是众里的来。啊，曾经伟人啊，父母生我，像佛法的教育、啊，叫你不要轮回了，啊，叫你要珍贵了，啊，珍贵不轮回，对你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现在啊，像我啊。董事又在讲，一个皇帝啊，为了领土打仗，像以前的将军士兵啊，啊，好像皇帝讲话听，打仗，哪知道这在杀敌，这在造业，不懂啊。啊，现在跟着佛，啊，一只蚂蚁，一个啊，一条虫。都是众灵的啊，为什么当一条虫啊，还是蚂蚁，还是三个大地执着啊，你越执着越执着，给他的你身体啊啊吃掉，就去做这个东西啊。刚刚讲的是比代听的，他也做过这个原子比代啊，所以啊，皆为人父母生，啊，英雄势力，啊，其中一样多少世纪正人行，不懂人道不懂。现在佛法在讲这经典，大家要听我，啊，如今啊，生亡临沦落，啊，沦落江山空间里。或以怒江中成邦你。你看，生命是科技，科技可以找回自己来。啊，像老师在讲这个，我也给大众讲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缘的众生啊，啊，每个人都有缘的众生啊，沙尘暴看都在战争的嘞，像人家死掉不晓得。已经死了，还在战争。啊，说其中一有失踪人呐，受苦正在拯救中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
来到我们贵宝地，包括比丘、比丘尼、四众居士，哎呦，要清醒哦！啊，清醒啊！人道不能来的啊，有这么好的身体啊，啊，要见性哦。啊，说感恩弥陀是我自领苦啊，华山超度啊，啊，开空间啊，带来佛光啊，佛好像皆是有缘得到救啊，佛难报啊，难思议啊，相关大我是全宇宙第一的，不得了啊，像啊这个相关亦有四众弟子众引，每个人都要精进的，我们都是待业来的。啊，用这个假身啊来防灾啊。真的，江水寒里啊待救度。啊，你再学到法身。进江水容易的，像我昨天阿超阿四海龙王阿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我都在超度的，从容无尽，人家讲佛事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现在我们相关的不是佛住持啊，能够超多少，大家发挥再来。光想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虽贪傍诸子勤精进，莫妄想有无数种。啊，江水行里待救度，正等春雷一声响。再带佛光化好影，离了江水入金光，啊，真的离苦入喜果。像我们十多级的比丘、比丘都可以观想的嘞，啊，慈悲、慈悲再慈悲，用着薄明之力，啊，不要有心，啊，看着光，啊，打开空间，真心呢、啊、跟佛感应，恶力啊佛会加持的。真的，啊，这是真的。而且、啊、给大众讲，人体没有人知道的，都是附体。像你们生病给医生看，医生跟你讲你哪地哪个地方有病，那身体出来的。没有人知道的嘞，啊，五脏六腑都有，很严重哦。啊，没有人懂得嘞，啊，单帮助之清清净哦，啊，真正啊找回法身，帮助众生。你走入念佛皈依，啊，这个皈依草皈依，大地皈依，看了就皈依，没心。啊，一场皈依啊没有成功，第二场皈依啊，第三场就成功了。赚到了。啊，打开以后，你看看，你就一直提升。啊，提升以后啊，佛就讲出来。啊，你看，你就是无量无边的众，要积德来的嘞。
啊，整个大地都是送你，没有人懂的啦。啊，因为我们在超度，哎呦，众人太苦了，就好像啊，我们也问了佛了，一个念头，一个空间，你看人到多少念头？啊，你说空间在哪里？你看不见，无眼眼明看得见。真的。啊，现在佛教我们高科技呀、啊，啊，身体科技，佛恩难报哦，难思议哦。啊，第一个救谁？救你自己。像我们都是救自己的，没有救谁。自己救起来才能去帮助人的，你救起自己不救起来去帮助谁？没人懂啊，所以啊，每天走路就要念佛了，阿弥陀佛啊，心里都要念南无阿弥陀，净化自己，空间打开的了啊，所以啊，佛讲的你就要照做，怎样啊？感恩啊，弥陀师父啊，可怜啊，这个自怜苦。啊，华真超度开空间哦！我们现在在栽培人呢、啊，要华真超度啊，那华真超度快不快？很快。啊，先跟着佛。给大众讲啊，人体来讲啊，净化空间都是开下来。像你不要啊，看不见了，其实万灵都在，啊，都在的，每个人都很苦。没有身体啊，很苦的嘞。啊，他以前也不懂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比丘十众经来到贵宝地，啊，学功夫啊，像我们这里身心疗法不得了嘞。啊，这功夫啊，给大家，它是科技的科技。再想问大佛师，我也给要医病的讲啊，主要的个性要改，很好，很好医啊。假如你个性不改，就难医啊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再想问大佛师，叫做身心疗法。啊，而且这身体也不要抓紧。抓紧啊，你就输了。啊，孩子们，当抓紧生命重要性，佛法教育的每位孩子，不要被身体给执着。活开始，老师开始，都破解这执着啊。啊，像我们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。还有这身体制作很累的嘞，啊，你什么都看好，什么都看好，啊，你身体很棒的嘞，啊，所以佛法教育的每位孩子，不需要被身体给执着，自我保护，贪婪啊，欲望所困，没有人懂的。啊，这些执着会限于自己的视野，
啊，主爱啊，领悟生命真谛深层的意思。啊，抓紧这假身干什么？灵不能提升的啦。主要也给全世界人讲，要听经的。啊，你听经才能够化解的啦。啊，说等要突破对自我执着放下，啊，个人失意已谈的，身体在用的适可而止啊。没有人懂的，啊，精进修行，行为内心的平静与清净，啊，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人道啊。现在不是活该死，没人懂，不能做主的。像我自己也随缘了。啊，你听话成长，你不听话堕落，都是自找的。啊，叫你能不能老，能不能老，你偏要老，呵呵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一天一天的过日子啊。假如我是你啊，我要念佛求生净土，二六时钟不断。啊，这句话怎么讲？假如真真的病了，啊，病入膏肓了，啊，医生给你宣布绝症了，其实念佛还有救的嘞。我也把这个身体给大众打开啊。人体啊，你的存在一点污染都没有，你不会生病。啊，人体啊，你有坚固的执着，你很容易生病。为什么？众生苏醒了，一教奉行。他说：“比如灯佛，当孩子紧抓住灯佛，将啊掺杂着执着、贪婪追求欲望。”啊，这也是给大众讲的，这其实人道也不懂了。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要来学，哦，个性使然，怎么去学？那个性有没有有？来我们这里要改。啊，你这里为主啊，那就很难修了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掺杂的执着贪婪，所以啊，佛啊，光明会被遮蔽，孩子无法看到更大的事。佛法的提醒，孩子要以智慧之手清净释放，让光明自由照耀，让自己能够真正领悟生命的深层含义。所以啊，真理的教育啊，告诉每个孩子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刻。啊，因为每一刻都是一个宝贵的机会，啊，这些机会让自己能够成长、学习、体悟。其实空间打开很简单，啊，你只要头不要乱想，不要想世间的，很快。像你现在听经要听进去，还能更上层，就是改个性的。啊，一定要毅力，不要睡太多。你一定要突破睡眠，我给大众讲一听。你不突破睡眠啊，睡眠就拉走，他就睡眠不能，他一下就走了，他很快就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已经习惯了，太好命。啊，像日本人他很悠闲的嘞，日本人啊，而且日本人附体很多。啊，像中国人啊，台湾人是最棒的。我不讲做中国人不好，啊，因为台湾呢是一条地瓜，也没看到好好，憨，像你啊越憨越好，而能更上一层楼，
所以要以爱感恩啊，正念的心态对待这机会，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经验，都是自己能够学习上宝贵资源。身体好命没用，灵性提升最重要。很棒的啊，这样我每天啊抓很紧呢。怎么抓紧？抓紧什么？抓紧佛，抓紧佛号啊。为什么抓紧佛呢？我要保持心的清凉啊，越干净越干净，对自己帮助越大。所以抓紧这机会，可以培养智慧、慈悲与内在平静，以实践个人啊成长去。人体啊，科技科技哟、哦，在相关的我是机会难得啦。啊，可以培养智慧、慈悲与内在的平静，在我们这里可以有、哦，我们的条件非常好。你看，佛开始老师开始在阿妈窟里面有没有道理？阿妈爱人才啦。啊，说抓紧这个机会，培养智慧、慈悲、内在平静，爱与世间人成长的觉醒。啊，人到身体科技科技哦，你看礼拜又过了，好快。啊，我每天都抓，啊，不给他空过。啊，生活如流水，啊，机会如啊，战役，抓紧生命机会，超越执着，啊，与追求。这个身体在用，现在执着会给他，都是身体用不好。啊，犹如啊，莲花在雾囊中啊，绽放清凉。很棒的嘞！在清净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实现内心平静。啊，听经我的，往前迈进，他不会累的啦。像现在学佛累，一仗的坐着睡，那不对的啦，很严重。再讲，有时候人家讲说是压力。你压力你不成才耶，没有压力的嘞。小孩子们在啊，孩子在佛法的指引下，爱与智慧力量，抓紧生命机会啊，智慧正念了啊，抓紧生命机会，帮助人介绍那毛笔头，科技科技啊，超越执着贪婪，找回自信的。每个人都可以的啦，像我都在等人呢、啊，空间都可以开的嘞。啊，你要越干净越好，就是头都不要想，也不要想自己，哦，很快啊，见性，跟着佛来救度，所以前进与成长。啊，老师开始，个体的一生呢、啊，有时一帆风顺，啊，以稳定中进行；有时以风雨动荡中成长。不论何者，是因缘具上生命的呈现。啊，是沦为业力的影响啊，啊，显影啊，是身心灵三方面各自发挥互相牵引的结果。这个老师讲的，我也给大众好介绍一下。每个人都是个体，千万不要去抓人了。啊，像最笨的、啊，某种就是在抓人。假如说你是身体啊，想要抓人，抓这个人，抓这个，我告诉你是模糊体。
在我们相关大师佛在呀、啊，魔也在的来。只要你不听话，你就是魔了，啊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啊，你身体给魔用走了。啊，你说有没有救？你不听话，怎么去救？啊，不是只有男众女众都有，我没有随缘呐、啊，能救就救，不能救你就随缘。真的啊，说个体的生一生有一帆风顺，而、啊、能稳定前进，在我们这里是一帆风顺，稳定的前进。啊，有时啊，风雨啊，动荡中成长。风雨动荡中，啊，人家刺激你生气了、啊，假生啊，生气啊，生什么气？像你们在生气还是高兴，跟我都没关系的。啊，我是为变化继续攻击的。像你们现在不听话，啊，讲的不听，谁控制魔众？魔众想要气我了，啊，你说气得我，气得我，气不了，不可能的啦。像我的家都放下，啊，你还能成才哟？不要听魔众的，我不信你。你看华慧看到几个男众给魔控制，看到了吗？啊，谁去信他？啊，女众也是啊。啊，你说外面更不得了，外面谁去管你呀、啊？啊，所以有时风雨动荡中成长，不论何者是为因缘啊聚。啊，因缘聚啊，因缘聚上生灭的呈现。啊，轮回业力的影响，啊，是身心灵三方面各自发挥，互相牵引的结果。哦，是身心灵很重要，三人做主啊，是主宰啊，引导灵与身。啊，外转界前身心灵由轮回业力所用，难以自主。业力所用，大家听不懂哦，附体啦。啊，现在在相关道士魔附体，你要听还能有救，你不听啊，听魔的你就没救了。啊！若生于老病现前，能忏悔面对，承受而不退缩。啊，其实灵性的提升，啊，属于正面的反应，发出正面的能量。若为抱怨、拒绝、逃避，啊，推脱，都是灵性的堕落。没人懂。都是自己害自己啦。啊，属于负面反应中发出负面能量，不能做主啦。在我们相关大我说，哎呦，戒律很重要。啊，你假如不遵守啊，你都在说谎。要止住纯净纯善，对你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嘞。像这个经典一样，学观想最好了。观想进步很快，像我现在观想，
哇，速度很快，我都抓紧了，时间，一句佛号，我都抓得很紧，都在超度。真的，灵性越来越提升，都在救人的来，都单精进努力啊，前进成长，这是业力老兵线，以业力及界限将灵性提升再提升，像老病也不成才的。在相关道务室，灵性提升很容易的，不是人讲这么困难。以毅力及决心将灵性提升再提升。所以其转业三精灵离轮回业力所用，不得了。圣人做主灵来去自如。老实讲，这身心灵心做主，慈悲慈悲再慈悲，慈悲慈悲再慈悲，所以行为自尽，人自足。即是修行制度救度的功夫，你看现在人呢，死的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你不来相关大佛寺问佛，没人知道他在哪里的。佛是法界众生啊，真的，将灵性提升再提升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说修行是制度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六，佛开始讲了慈悲的真谛。像真正的学佛人所要是学佛的慈悲了。这句话好像还听不懂，没听学佛的慈悲，学出佛法界众生都在救人慈悲。假如说你学佛不是学佛的慈悲，那不是佛法。而且给大众讲学佛慈悲是救你，不是救谁。我也给大众讲过，学佛无量寿经最好，就一本。我就是学无量寿经的，我依教奉行，不行我不要。像我本身呢，也不是喜欢什么东西，我不会的。我只有实用经用了就完了。所以人道来讲能够知足常乐，你很快见性的。而且主要是学佛的慈悲啦。说真正的学佛人，说要是学佛的慈悲，慈悲对待自己，即是对待身中冤亲债主，护体众生，甚至是某种，都能够做到如此之况，必须能够认识佛。其实某种来讲。佛也讲，就是不听话，就像现在人道人家很跋扈，很执着，很有自己主观，很有自己个性。其实不要讲魔宗，是灵界人道很多的。有的人已经不是人了，
没人懂，而且歇斯底里啊，现在很多，像昨天超度浩瀚无比，整个空间呢也很棒，一分一秒都很珍贵啊！啊，我也给学佛啊讲了，只要你能够超度，你能提升自己，不然你身体就是众灵在用啊，没人懂。啊，像我们很多人学佛，哎，也不晓得慈悲是什么，那不是佛法了。像人体，这叫做灵性提升，科技的科技。啊，这不是灵体提升，学佛就白修了。啊，我们只要叫人家不要生老病死。啊，都是在救人的来，啊，即使完全没有自己，只有众生，啊，是真正无私，啊，无我者，方能达到无目的，不求回馈，真心对对方离苦得乐，只为真正的慈悲，而且在超度不要有念头，你就一直跑。啊，你有念头就不行了。啊，那念头是六字红名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都是六字红名。现在在超度，我有做佛号，浩瀚无比，不得了。哦，不得了。啊，所以啊，佛在讲。此生此生即已放下尘俗，进入法门，知身为法，时间有限。啊，他们为什么不能做主？不晓得时间有限。人家看到这个，一天当两天用呢，那为什么他是上上的？他也不能做主啊，没人懂。啊，所以相逢在阿弥陀佛老师啊师父相助下，啊，当把握现前当下努力精进，我佛慈悲。啊，众生化解，让众生得受超度。啊，不论是众生入西方法净土，我希望极乐世界能念到他，解了此生之苦，不然。哎呦，在空间几百年、几千年、几万年都不能出来了。像相关大佛是全宇宙宝地哦，三河大地很难出来的啦。啊，你没有法身，你要加超出来很难。像假如能够佛做就好了，一定要人体。那人体要不要带众生苦？要，你不带众生苦，啊，你看我的脚给它啊咬了这么残疤这么多，我很值钱的嘞。啊，不是一点点啊，你就不能做啊承担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。啊，解了此生之苦啊。得到来生去处之重生，啊，像我们也不想再做人，我们直接回西方了，啊，很好回去的啦。现在责任重大，一天要当两天用，一口气还在，能做多少算多少。啊，是慈悲对待众生。实际啊，八苦一乐。啊，现在在这里讲经给全世界讲，有路了。人不变不老，灵性不死，有路来。啊，
人到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是为慈悲对待众生，啊，实际八苦一人，所以自己啊，因为一众生法界得到身心灵的净化，他不会干扰你。你看现在贾博士在访问的大人物，哎呦喂呀，我都不是自己呀、啊，啊，他的灵啊被锁在眼睛啊。等于他身体，他是个傀儡的，给人家做主了。所以心定啊，不起波动，不恼众生，不唤啊，不唤醒众生慈悲。这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心定啊，这叫慈悲，不要把你众生都叫醒，你都不能做主了，很苦的嘞。都是自己害自己啊，没有人懂。所以勇猛精进，孜孜见性，成就自己啊，救济度众是慈悲。在相关大佛寺啊，我们都要人才的，而且你们现在在修武啊，在相关的修大佛，上一个法会。啊呦，超度不得了，真的啊，这个法会变化皆虚空界的啊，所以勇猛精进啊，孜孜见性，成就自己，救济度众是慈悲啊，服务大众，令众方便啊，令众欢喜，不求回馈，是慈悲。啊，和言见众，令众心安，远离恐惧，是慈悲。在你讲经，你要听进去，你就永离恐惧。像每个人都是个体，可以学的来。啊，见性能做出来，今晚。此生即是佛净土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佛净土了，所以净化细胞，甚至度化细胞，体内的众生成佛。啊，成为千百亿化身一分子是大慈百倍，所以这个我也给大众报告一下。阿基人体啊，它是科技的科技啊。这个细胞啊，本来都是众生，要天空，这细胞本来都是众生，都讨债还债。人家跟着佛养慈悲，这细胞就变成法身了。啊，您就从这里出来超度，千百亿、千百亿的来。啊，成为千百亿生涯一份子是大慈大悲啊！科技科技的，啊，生命赋予啊人的不同的礼物，啊，有些礼物较大，有些礼物较小，有些礼物啊意见。啊，有些人看不清，但无论大小，行事路都是最珍贵、啊有意义的礼物。啊，这个礼物所拥有礼物中啊，人体啊很重要。人体啊，每个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像人家讲啊，这个八大龙门阴阳，那人体来就很麻烦的，而且你要教他来见性就比较难啊。为什么龙门阴阳难？他已经是业报身，很重来受报的。像我们身体啊，你看六根就去六尘。
灵敏觉知啊，身体来的不容易啊，啊，你要会去经营啊，怎么经？学佛，学佛你就赚到了。像我学佛学得很快乐，我也感谢佛用我，不然我现在是老人了，我不老啊，在我的能力来讲啊，三十几岁四十几我不老，我体力很好，真的四十七岁学佛就没有老。像我这头都是带众生苦的啊，脚也是带众生苦啊，能救更多人啊。所以身体是科技，科技啊，所以不需要他人比较啊，羡慕别人所拥有，因他可能并不舍得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不要靠人了，靠自己了啊，生命中的一切安排都是最适合自己，因为这是孩子注定要走路，唯有不断的突破自己，才能找到自己想走的，想要走的路啊，这个想走的路在佛法自己能做主，就像我都自己做主了。啊，我不会为这身体祈福了。啊，像你们为身体祈福，我不会的。啊，我的身体叫随缘妙用。不起烦恼了啊，所以在生命啊，在生命旅途还是需要学习突破和成长，不断调整自己啊，遵守真理，不断的精进修学，真理很重要哦。像我给全天下的父母讲，千万别给孩子玩手机哟，玩手机这孩子就不是自己啦。啊，为了孩子不要吵，输掉了，而且孩子很喜欢生气，啊，那是更严重。啊，他越不能突破的嘞。没有人懂的啊，说不断调整自己，遵守真理，不断的精进修学，最终实现了灵性成长。所以孩子啊，应该要珍惜生命的礼物啊，并意识到是每一个瞬间都是一个珍贵的礼物。啊，无论外在的成就，内在的品质啊，精神的体悟，它都是自己生命中宝贵礼物啊，就教他导正，导正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孩子啊，应该专注当下，努力做好每个人物，建议啊，并尽力发展自己内在的潜能。你要有慈悲才做得到。你自己都顾不了，你去顾谁？现在人很多啊，你一直执着自己，你不能见性的了啊，自己也不能做主。像人道来讲，要认识佛法了啊，认识佛法，把生命啊找回自己，科技科技。啊，最好的礼物是能够服务他人。当孩子尽力为他人服务，自己也给予啊最珍贵的礼物。
啊，同时也放弃自己内在慈悲关怀，把这里细胞都改了。啊，这里先把细胞改好出来，你不生病。你看现在生病都是身体出来的。啊，说生命如彩虹，每个人拥有自己独特的色彩，不论啊长缺还是灵敏心，灵敏的心都是生命珍贵的礼物，真的。在我们相关导师，像佛在介绍，全宇宙没有啊。来这里修行，很快成就。要看自己的，所以孩子啊，应该珍爱、感恩啊，并善加利用他们，啊，利用他自己和他人带来光明喜悦的身体。啊，在明白生命啊礼物的珍贵价值后，当以慈悲之慧、力量以及对他人服务，主要彼此分享这份。宝贵礼物共同啊，共修共进，就要是这个带动的五十兆细胞突破。很棒的嘞。人道最怕就不能做主。你不在贵宝地看不见了，在贵宝地看了才知道，哇，都不能做主。哎呀。啊，完全这身体都是在养鬼，很严重的嘞。没人懂。啊，他叫你睡就睡，有睡的倒在地都不晓得嘞。啊，为什么这么严重？污染呢？也不懂。像我昨天给天下的父母讲，啊，父母教小孩子。一定要存善哦！啊，什么都看好，不能看一点不好，不然你孩子都白养了。啊，这付出的代价是白来这世间的，所以无始无终啊，灵性生命是由许多段旅程呢、啊、相聚而连成。啊，每一段旅程有着不同的名字，这句话就是死掉出世，死掉出世，啊，一下做牛做马，一下做大地，一下做人，旅程不同的嘞。啊，扮演不同角色身份，做不同演出，啊，而当然是段旅程终点，做至。与世别离的最后演出，落幕一下再鞠躬，即往下出去。人道了，老师夏林基老师在讲人道，还有人道有珍贵哦，人道很重要。但这灵性的提升呢、啊，那不得了啊！你要突破出睡眠，知道？啊，他不给打你就用跪的，有时候重症很顽固，哈哈，好好的经营啊，啊，找回法身很重要，就这样的度过啊，过周啊，复始数不尽的日子。哎呦！五月又过了，六月到了，啊，一天一天空过就太可惜了，啊，此事是我要有转折，做个能自主不受旅程剧本限制的旅者，真的，啊。主要思维不能有啊，人家讲说他也没思维，看样子就有思维了，也不懂。
啊，思维对我们伤害最大，说定一下心来，啊，面对自己是啊，真正自己，听自己内在的声音。啊，这句话大家好像不了解呀。像我们人生都有目标了，啊，这个目标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了。啊，假如我们今天人体也不能了生死出三界，你就输了，没人懂。啊，就输掉了。啊，自己能够做主啊，在我们相关大佛寺也给讲，就是能做主。啊，定下心来面对真正自己，听自己内在的声音，了解真正需要是什么，才知道过去一幕一幕皆是梦中情。啊，自己花了许多的时间，以梦中情景造成许多的恶意。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就是个性啊。像我们现在讲，摩羯都有个性，人道很多。啊，也受了许多的苦果，大部分都在说法，所以也啊，此事亦是如此，不懂。啊，像现在人道来讲，在我们这里的修行看得出来，啊，这么好的修行都不能精进，众生都一直找来，都不能做主，说这事情很严重。啊，这个我也问过佛，个性的，假如你个性不改，你很难突破。啊，因以造待延寿。果报显示又有所苦，真的，像人体科技啊，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都是个性害死。孩子们，这一趟旅程啊，该转弯，爱以修行之路功夫，渐渐找回本，啊，自在来回西方。佛有所欠以希望，啊，其实弥陀师父已在路口等待孩子，飞奔了迎回西方家。啊，真的。像这个性来这千千万万种，啊，不学我也不懂，学我才知道。啊，人呐，个性呢越坦直啊，很好，他不怪我魔球。啊，人呢个性呢会婉转，不好，要留一手了。啊，弯转一坛子，啊，成就环境可以造成一个人的个性，成长的环境可以啊造成一个人个性。弯转过坛子是指人表达的态度，是个性之一。啊，有人啊弯转，有人呢 啊个性坛子，像有个性坛子会得罪人的。啊，完全会善巧方便的，他不会得罪人的。而且人体啊，啊，我学我怎么说，其实人体不值钱。像人体大部分都是备用，他不值钱的。啊，人体呢，你是科技就值钱。啊，有的人或许两种个性都有，融合于表达当中不能合适。啊，那因所处的环境、家庭彼此
如实相待。而有家庭很重要，像孩子出世很重要，像父母你不叫孩子成长，这孩子又好苦，真的很苦啊，个性害死人的，所以这一切皆沦为因果业力进行，而为过去时的个性之一。哎呦，这事情很严重啊！过去的个性之一啊，你身体绝对会生病。在我现在讲经呢、啊，这个三年多我才开始，我看很清楚。那我们要不要个性？不要，不值钱呐、啊。没有人懂的，啊，说不论婉转或躺直，阴性，哎呦，啊，阴性有表达方式及态度不同，啊，学佛人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当能够观时，啊，观人观己，以当时情形善巧方便。学佛跟没学差很远的嘞。啊，能婉转，啊，也能够谈之明白地做表达，以表达沟通的目的。啊，其实人道来讲，像我也七八十岁了，给长辈，人体不值钱的，人体都在造业。啊，只要你有个性，他都造业了。啊，都为了这假身呢，给大众讲，造很大业的。啊，说不论如何。彼此间真心坦白诚意谦虚谦卑啊，微笑做沟通啊，为强制命令直接怒一口气表现，像你强制讲人家也不会听，好心劝人都不听的啊，给大众讲不能尽信的反问呢、啊，异族啊，礼拜六在王宫，王固之时，在苏俄帮助下，我们啊60位异族今天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天。阿杰终于等到，如果没有苏俄帮下，现在我们都要坐在轮回的那艘船上，啊，谁会那么样被放下？轮回到哪里去都不晓得。幸好我们要提早离开那艘船，踏上这前往西方的磁州，来到西方极乐，感恩自己啊！我是王公啊！如果再试试啊，告诉大家，将来有一天我会到西方极乐，他们绝对不会相信，因为我是个脾气啊不好又非常固执的人啊！我出生在明朝年代的。其实在我家里已经有人学佛，是我的祖母了。母亲嫁了父亲之后，祖母也带着母亲一起学佛，所以啊，家里啊总算啊总共两个人学佛。我们家也是传统的家庭，相当重男轻女，过去的朝代一向都是如此，在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。正因为重男轻女，所以啊，祖母学佛就有母亲愿意跟着他学。至于祖父啊、父亲，还有我和弟弟，全都不愿意学佛，啊，连一句南无都不愿意出口。我情况比祖父、父亲弟弟更严重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很固执，啊，没有人知道我这种个性是更随性，因为家里也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。当我一固执，不论谁叫我做什么，只要说。不做，绝对不会做。
就算是主夫妻教我也不说，你也爱他们的啊，花啊，佛花贵啊，一阵嘛，我也宁愿。再因为有这个个性，所以当我不想学佛啊，不论祖母母啊，这个祖母母亲怎么教我的，我都连口都不开啊。到后来也放弃，知道我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学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告诉他们，将来有一天我会去西方，我猜他们肯定不相信。但现在，我真的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思议。刚刚说到我的故事啊，虽然是故事，但我有一颗非常善良心，听起来好像也矛盾，又是故事，啊，又是善良。其实不会矛盾的，就是心地善良，但还有故事个性美感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最后会去哪里？还是轮回说法。这一次我出生非常富贵家，所以祖母才有机会可以学佛，每天只会念佛啊，念的佛经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包括我母亲啊，也是在家里啊长大，有佛法教育，也有传统啊这个知识的熏陶。我虽然不愿意学佛，但对母亲佛法对我的教育还是深深植入我的心中，知道什么事情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，或者啊遇到什么事我都该怎么想才是对，这都是他从小不断的教导我，所以我才会从很小时候就懂得要帮助别人。不是说啊，也是一种布施的，我不去计较布施多少，心里啊只要一点念头啊，只要我有能力啊，我都愿意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是我从小的信念，到后来变成一个执念，很固执，一定会这样去做。在我21岁那年，原本已经打算要结婚，但后来我的未婚妻跑掉，因为我做出让他无法接受事情。刚刚说的，我是有帮助人的执念，也就是当我决定要帮助某些人，就一定会帮助他，不论我在什么样情况，他会有多少能力，啊，我已经想办法去帮助，啊，眼前人。当时我的未婚妻再过一个月就要结婚，租送给我的房子都已经布置好，就等待我住进去。未婚妻满心欢喜，想要嫁入富贵家庭，怎知道就在一个月前，我为了帮助你，将这间屋即将住进去的房子卖掉，还将所有的钱呢借给对方，甚至也不打算跟对方要钱回来。当了会员知道时，他气疯了，觉得我根本就是个不可理喻的人。他担心将来嫁给我还会做出更多令他无法接受事，每天都过得不安稳的日子，所以决定弃我而去，不当我的信任。我心里当然难过，但我确实像他所说那样，或许我结婚后没多久又突然遇到需要我帮忙的人，我将我的全部储蓄都会给对方，只能够过得贫困生活，这是很可能发生。我自己知道，所以当未婚妻决定离开我啊，我也没有挽留他了。我觉得自己这样的个性只适合自己一个人生活，勉强找个另一半牵在一起，只给对方带痛苦，所以这次我都是一个人过，没有再认识其他女伴。固执个性呢，伴着我一生呢，可知道这一生呢，接触我的邻居呢，去当一个石头，很硬的石头，就像我的个性一样硬一样的固执。我这石头不是小的，因为我生前也算是帮助不少，所以我的石头并不会太小，因为有一点大，也可以让人爬上去坐在休息，坐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。很特别是我这个石头出现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，刚好在视野一棵大树下，啊，这个地方也不算是野外了，常常有人在这里走动，啊，通常啊都是长途跋涉的人走到这里。啊，他们呢就经过这里才能去到另一个城，啊，更远的地方。
每个人啊，走路都走得很辛苦。当他们来到我这个大石头旁，一定会停下来。刚好有一棵大树遮阴，不用晒到艳阳，又有石头可坐，稍微休息。有一些人直接就躺在我身上睡，而我用强壮的石头撑撑着他，让他们疲惫身体，身体好休息，但不足能量再去出发。虽然我是一个石头，但是我真的很高兴自己能成为这个可以帮助的石头。有一次，一个老和尚带着他的徒弟经过这里，他点休息，然后坐在我身上。他的徒弟啊，亲近靠近，没有老僧一同坐上身上，这是他对老和尚的尊敬。老和尚坐上我这石头，立刻感觉到我灵性存在，面对什么都是。因为老子在这里头，徒弟非常惊讶，看看我，他没有老和尚灵敏，所以啊，感受不到我，觉得难以置信。老和尚教徒弟为我念佛皈依，教我念佛，早日从石头中出来。然而固执的我，不论老和尚和他的徒弟说怎么念，我都不为所动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很好，当了石头还能帮助，啊，让每位经过我这里的人都能够有机会，啊，身体在我身体休息，我很开心。所以，当他问我念佛皈依，还是不愿意跟着念，也不想离开石头。那是我唯一一次遇见学佛人，之后将近100多年的时间了，都没有遇过。不论时间过多，我都同样，然后为此等待有人走过来，坐在我身上休息。整整100年的时间过去，这地方开始被开花，有工人用机器将我石头给搬开，把我身体披着100多年的这个大树，爱也将移走。我面临非常痛苦，别离，不想离开这里，却拿能力没办法。他要我怎么样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没有能力反抗。阿纳斯在他的用气将我搬动过程，我从高处啊滚落，每个人都叫了一大声。我的身体在重力加速下大力跌骨，身体断成两片，瞬间从零石头出来，被第一遗嘱带走。到底阎王说我生前和死后当了石头有功啊，虽然个性固执啊，但我所做的好事也不少功德啊，让我有机会当了遗嘱。在遗嘱屋，我看见许多和我个性一样强硬的罪犯，他们没有像我生前做这么好事，所以之后全都拉到地刑。看见他们激动，我完全吓呆，才知道有个性可怕，会带给自己凄惨后果，决定一定要改变。改变后的我不再是固执的，才会在听书记讲经声音时候开始跟着专注听，甚至也开始念起佛来。我用我自己的经验分享阿弟给第一众生听，劝他们跟着念佛啊，这个病啊忏悔自己罪业，彻底改变，再愿意听话的地狱啊众生，再次我化成超度地狱，超度也跟着大声念佛离开自己地狱。我替他们高兴，当我得知自己牌证书完成名单，真的好高兴，满心喜悦，每天呢等着这一天到。今天我们来到希望大日子，只是已经站在希望黄金地，跪地啊叩谢佛恩。佛就说呵呵，当大石头啦，人到我只有一死，我给全世界讲啊，你头脑想这么多，你要当什么，谁都救不了你，没人懂啊，所以要积极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啊。所以有的或许啊，二种个性都有，如果表达中，
不论何者，那因所处环境、家庭彼此如此相待，孩子耳濡目染也如此待人，所以个人的身体不同的个性而对方相处，而这一切皆以轮回因果业力进行，并为啊过去式个性之意，不能婉转坦率因心而有表达方式啊态度不同，要尊重的像学我们班都教你好，要自救了，每个人都要自救，不是谁救谁。像啊我活一直开始，老师开始都在救我们的来啊，真的要学，要学我的智能，当能够转光啊，光想光能，光是光能光机啊，与当时情形啊上巧方便啊，能够婉转温和，也能坦直明白地表达啊，以达到沟通的目的啊。其实人啊退步还过天空啊，一直解释解释都为了是这假声解释，我觉得太不值钱了，没人懂啊。不论如何彼此间啊真心坦白，诚意谦虚谦卑，微笑做沟通，阿辉强势命令，直接怒一口气啊表达。还有人没有学过很多这种人，我看很多啊，他也不懂啊，其实都在造业了，没有听相关大法师或开始老师，我们人的造业不懂的啊。现在小孩子要来学，你看学不起来啊，为什么呢？个性使然，怎么学啊？男男女女都一样的，像这是大法啊，大法你没有心量学不起来啊，而非强势命令，直接怒意口气而表情啊，大家都可以接受态度，而能够平和地解决问题，自救不是谁救谁，很重要。啊，像这个华喜方面的恩典很重要，佛开始打来，像这无量寿经啊，哎呦，现在我礼拜三啊可以讲了，啊，佛的恩典啊，像你们不晓得啊，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珍贵啊。啊，你知道这南无尊贵不得了的恩典呢？恩典是一种无价的宝藏，是孩子生命中的神圣礼物。啊，恩典佛陀、诸佛菩萨无条件慈悲包容，哦，真的不得了，我很珍贵的。啊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恩典是一种无价宝藏的，是孩子生命中的神圣礼物。啊，恩典是佛陀、诸佛菩萨以无条件慈悲包容，啊，无敌是于所有孩子。啊哟，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不得了，珍贵哟。啊，你知道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不得了的嘞。没有人懂啊，能接续能找回自己能破迷开悟，人生没有白人，叫做不死之门啊，这恩典叫不死之门啊，能大的聪明一点的人呢就能够了解他啊，所以啊这个是这份的恩典超越孩子所理解的方
啊放纵，是无边无际的慈悲智慧。真的，像我们人道很烂，像这么好的佛法，没有人学得起来的，就为个性。啊，其实非常好学，一个主观就输了。三体是科技的科技哟，主要恩典的存在，让孩子得以踏上佛法之道。啊，开启心灵的智慧之门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人不是醉生梦死，给众生在用，身体都给鬼在用的来，都是附体。而且你个性不改，以前害人家就苏醒，在我们这里讲经讲得很清楚。像要来这里做义工啊，心里要有准备，人和很重要。啊，假如你能不能和，不可能进行。啊，所以啊，开启心灵智慧之门。佛陀对所有孩子慈悲施行，帮助孩子能够学习佛性。佛心啊，哎呦，不得了！你把自己翻页了。没有核心不能翻页的嘞，很棒的嘞。啊，所以佛陀对所有孩子都慈悲，只要你要这样学，佛陀要帮助你。啊，帮助孩子能够学习佛性，啊，学佛的信念，佛的慈悲，啊，佛的包容。很重要，真的啊！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给大众讲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要学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呢，讲你的个性33品、36品，里面有啊，都要改哦。啊，不改不能见性的嘞。像要不要生气？不行，生气的人就给你抓走了。真的，啊，人道来讲啊，我给大众讲，绝对不能生气。你生气就不能做主了。而且来到贵宝地呀，啊，要听经，慈悲很重要。啊，对于要所有孩子慈悲事情，帮助孩子能够学习佛性。啊，学习信念，获得慈悲，获得包容。啊，或者大慈悲，或者无量大愿，啊，或者大智慧，都有的嘞。说学我大智慧，佛的无量大愿，啊，学我的佛心时啊，啊，啊，这个使孩子能够找回秩序，啊，能够超越苦难，弥佛，着将解脱与觉醒道路。啊，像我们现在来这里还很好学啦，有佛在，有老师在，啊，这西方极乐世界都在，看你要找谁，找佛最好。啊，而且我能帮助，见性容易的，不然身体给鬼做做了。见习对自己帮助是最大，说恩典是无私的指引呢。阿育陀孩子走向
光明和平，让是真实自己超越执着与迷失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也给的比丘、比丘师众就讲，你们讲眼睛闭呀、啊，还是见空前要见性很难。啊，这个我给大众解释啊，因为你不要看眼睛闭，大部分在空前。啊，你空前走得越远啊，你要来见性就很难。像以前呢，啊，在关通明啊，我叫他不要进空前，进空，他现在都不能做主啊。阿杰山为什么不听？他又不是他怎么听？啊，跟这大众的一样了。都不能做主来。咱两者弄这两三个都不能做主。啊，这都是自己害的，要依教奉行。在我们这灵性提升很重要。像悟佛就是一拜一拜的，啊，不要悟水，真的，简单明了。啊，在恩典领导下，孩子开始明白生命深层意义。啊，体悟到无条件的慈悲智慧力量。像我们的身体突破很重要。孩子啊，开始领悟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因缘果报，明白到一切众生都是平等，毫无分别。啊，体悟到无条件慈悲智慧力量，很重要的。听话了，跟佛在一起要听话。啊，能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做，多做多好。所以恩典教导孩子要感恩珍贵这份礼物，孩子应该以无私心来回应啊这个恩典。所以将恩典转化为慈悲和善，啊，继续施予他人。你看那个石头很硬，他都是帮助人，还当石头，当了一百年。很固执的，富家子弟的，那与生俱来啊，真的讲很可怕。没人懂啊，还是要以慈悲和智慧去啊，关于世界众生，帮助他认识南无阿弥陀佛，帮助他西方极乐世界，帮助他了解相关大佛事。啊，帮助他解脱苦难，一同走向觉醒之路。像佛法戒律很重要啊，很小的孩子就破戒也不懂啊，人家讲说没出家也破戒，没出家你啊不是宇宙中就是破戒，人家就在你身体了。像人大讲情绪好不好，哎呦千万不要情绪啊，有情绪也低就害死人了。啊，这对恩典最久啊最美好的回馈。所以啊，也是每位孩子实现啊见佛法的真实目的。佛法很棒的嘞。啊，恩典是无价保障的，恩典是每个孩子超越苦难获得内在恩典的解脱。听经啊，改个性啊，你就解脱了。啊，当然感恩这份恩典，啊，延续恩典。没人懂。
啊，像这满天星来讲，给大众讲，啊，在澳洲看得最清楚，又低，啊，孩子们应该抬头仰望有星空得见满天星几点，或是会将啊目光啊放在最闪亮的那颗星。你能跟他对语的，可以的嘞。真的啊，都高挂于星空中，不断放出光芒。都是重灵啊，啊，一颗心里面的重灵有多少？很多的嘞。像今天我在讲说，我昨天呢开红盘，超度的红盘，佛讲得很好，啊，他今天也是有讲这一段。真的，超度很重要的，而且提升能量的，需要身体提升。啊，说不能哪一颗心。啊，所以啊，所放出来光芒代表那一颗星球的生命，各星球啊存在着不同生命、不同星球，善与恶、光明与黑暗众生。这个我给宇宙讲、银河系讲、地球讲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灵体。像我们现在这身体不同身不同形状，都是灵体的个性啊！啊，善与恶啊，给到了宇宙只能善不能恶了。啊，这个人再烂再烂再烂，你都要看他。他不听话，我们没办法，也是自己在说话。啊，他能听话。他就能够救起来，像我们也给他的人体不值钱的嘞，像一个商杀，来到贵宝地，你这人体很值钱的，啊，你像商杀这样丢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这样听到了吧？很值钱的嘞，所以这个善与恶、光明黑暗的众生，无论哪一刻都在无常境界。无常就不能做主，在相关大佛寺就叫你做主了，没有人懂得。虽然星空状态随时在变化，无意识各自相同。满天心中啊，突然地一颗心啊坠落，消失星空。在银河系很多，啊，银河系废墟很多，啊，废墟没能量就变废墟了。很可怜的啦，啊，是如此的寻常，甚至为发现，啊，对于那一颗星球上的众生而言，却是生死存亡、此生来世的关系。很重要，啊，这人的啊，能不能死，死就完蛋了，不能死的，啊，灵性不死，啊，而人的身体也是满天星的缩影，善与恶，光明黑暗。活在无常中，我们要看活不看坏，每天很快乐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讲认识的，哎，突然消失了，他就淘汰了，
啊，那你也把他在不行不行。啊，淘汰就输掉了。啊，所以纯净存在，不能一点恶。我们相关的，我不准恶了。你们要恶，你们就要受报。我都叫你们纯净存在的来，像我都看好，我没有一点看不好。真的。啊，什么都想好，啊，也是满天星缩影，三与二光明黑暗存在，活在无常中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要存善哦，啊，怎么存呢？出生种善根，细胞都要善，完全都善，有没有听到关爱课？都善哦，一点恶都不行，不然你身体会给人家用着。啊，什么都看啊，对妈妈要孝顺。啊，人家对爸爸妈妈不孝顺，你这身体就给他用走了。现在身体大部分都不是自己的。啊，人家不听话也是正常，也不能做主啊，你要叫他怎么听话？真的。所以突然来一位啊，人已全消失，啊，如此寻常，哎，未发现见，很正常啊。那个人是，世界是有人出生就有人死了，谁去理你死啊？像我们相关道是不行，不能死的。啊，但是科技的科技不能死的。啊，即使家眷的哀伤过，一切成过去。啊，二十生命又是再来一次，不要再轮回，好苦、哦。家里关爱变成这样，啊，也是灵体啊，要好好的修、哦。啊，自己都要看好的来。所以在佛法的世界里，每个生命如此珍贵，啊，因为每一位众生都有佛性，若是净化自信，显而见性成佛。可以的嘞，人道最珍贵了，人道可以早为化身的。在我们贵宝地啊，你看你不听话，你就不能做主，啊，一下就进空间。啊，你说害谁？当然害你自己，不是害谁。啊，要自己能做主。啊，而在佛法世界里啊，每一个生命是如此珍贵，科技的科技，每一位众生都有佛性，啊，若是净化自，啊，若是净化自然显啊见性成佛，啊，就可以救无量无边的众生离苦得乐，甚至成就佛道。很重要。非常殊胜的，感谢老师慈悲啊！这是多么的殊胜事，故而我们呢，蚊虫类的生命同样是受到尊重，而且又脱掉啊！我又没法身，学久就有了。啊，一直慈悲，啊，蚊虫脱掉，蚂蚁脱掉，不然它脱不了了，它都在空间，很严重。啊，一向我是东西，你更要当善用此时。阿弥陀佛，为师属我在此相助，祝师东西能净化，得有见性此时。
啊，好好的拜佛对你帮助很大啊，不然你吃东西不能吃的，没有拜佛没有成就怎么吃东西？没人懂。啊，说广结善缘，啊，在修行路上，广结善缘是一种重要的修行。啊，你假如是今天给大众讲啊，广结善缘对你帮助最大，你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啊。啊，你不帮助人，你没有贵人。像尤其佛法，啊，帮助人破迷开悟的人。非常重要。啊，所以关键是重要的修行方向，而能带给自己和他人无尽的善果与福报。帮助人家认识南无阿弥陀，你功德最大。第二是叫广结善缘，阿弥陀开始讲啊，在这个修行路上，广结善是重要的修行方向，尤其介绍南无阿弥陀，你福报很大。真的阿能带给自己和他人无尽的善果与福报，而且不老不病，灵性不死。孩子啊，要以无分别心对待一切众生，以慈悲心包容智慧心境去与大众相处。啊，尤其在相关啊十动经，更要当善用之时。以无分别心对待一切众生，以慈悲心包容智慧心境，啊，与大众相处。我们这里不能相处，不要来。你跟家里不和，就不能来我们这里啊。家里要和的嘞。没有人懂啊！你家不和不是佛法，家和啊，给大众讲佛法的教育啊，家第一个要和，啊，家是缘聚缘散啊。你能学佛帮助他，不得了的。啊，能以啊慈悲心和智慧心境与大家相处，啊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啊，而能够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自家人，真诚相待。我们这里是在教这个的，一体观呢。但有的孩子听话，有的孩子不听话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啊，听话能坚信啊，不听话不坚信也没办法。大家看自己啦。啊，像光爱课是个人才的。啊，变成要跟人家比较都不是人才，智力也很重要。啊，智力找回自己啊。啊，对他人啊，痛苦困境，啊，感同身受，愿意出援手给支持。要去教人家认识佛法，哎呦不得了！啊，佛法浩瀚无比的嘞。这孩子、啊、当同理包容每位众生，阿能啊，
欣赏和尊重每个人独特之处。每个人都有优点啊，啊，缺点要教育了。啊，缺点要不要教育？就把你救起来。啊，说广结善缘，需要时刻保持一颗平静宽容的心，不被啊烦恼、负面情绪给困扰。烦恼是身体的，啊，灵性不能有烦恼的。像我的身体，灵性不能提升。像大部分人都是灵体，附体太多了。哦，你看附了这么，很可怕，都不是自己，皮肤里面都是重灵，好可怕。啊，身体啊，给大众要浇血了。广结善缘，保持一个平静宽容心，不被烦恼不灭，全是苦。孩子要学会以正向心态面对生活挑战啊困难，则对自己和他人真诚关怀，化解因缘上的啊，对自己他人真诚关怀，化解因缘上冲突。所以想好看好啊，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哟、哦、啊，学会正确选择。正面观点看待人的方式，在听佛讲经啊，改变自己内涵啊。啊，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。假如你不能跟人家相处，你也不能见性，对自己伤害是最大的。啊，自救很重要。啊，是一种放行内在慈悲本性的方法，而且帮助人介绍佛法。啊，不得了的。啊，当自己能以无分别心、一体同观的态度来广结善缘，啊，如同春天的两滴滋润大家，两滴水滋润大家。啊，让慈悲力量照亮自己和他人生命，很重要。像啊，老师啊，在开始啊，大家好好的听，有缘呐，啊。大部分都烦恼，啊，人缘呢、啊、没有烦恼，没人懂的嘞。啊，世间由业以缘呢、啊、组成，啊，有缘相聚相连接，是业力，这是行真的，因为啊放不下，起烦恼输了。输掉了，啊！下面原来啊，行动啊，你修行不能修了，真的。人体只有一次做人的，心动你就全盘输掉。现在魔众啊当头，啊，你的冤亲债主不放过你，你输掉，那就太可惜呀！啊，是业力无缘得邪，这是自然法则，自然中觉性。啊，但与学佛啊，世界各种缘牵呢，
意相伴而看不佛放不下，你就不可能见性。假如你头脑在思维一个人呢，还是心有一个人在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。佛法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你没有慈悲也学不到。啊，对谁慈悲？你不是对众，对你自己慈悲。你救不起来，你去救谁？啊，自己都不能做主，你怎么去救人？不可能的啦。啊，此时啊，需去自取了。啊，只要你会跨心，啊，你放不下，你就输了，你不能见性的。啊，你每天一直想到你怎么去见性。心要空的嘞，像我啊，这个佛法大根大本的，没有人认识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像啊，我认识到紧抓不放的，我都要在佛号里，啊，无量智慧无量德的。这句佛号不得了。给你无量智慧的了，像人道来讲都不安啊，没有安全感的了，而都在抓人，你抓人就有安全感，自己不能做主的。啊，不管世上向善或是原则为人喜戒，不要圆满无缺富足。不学我来讲都要圆呐、啊。啊，圆怎么圆？跟人相处都圆，没有一样不圆。啊，不要每天呐、啊，啊放不下，七上八下，为了一个男的，为一个女的，哎呦，你是畜生道、哦。鱼吃肉，真的来到这里闻大法，啊，自己还不能走出来，鱼吃到极点。没有救的啦，没人懂。啊，修行啊，能帮助大家身心灵的彻底净化。啊，五千年，现在看破放下，你呀、啊、要来相关道佛寺，你不看破放下不要来。啊，真正看破放下来就有救，你看不破放不下不要来。啊，不可能见性的啦。像人道有没有结局？没有结局的。啊，能以法言任运自如，而不被啊言前所障碍，而能够游戏人间，是为佛，佛见世间行，每个人都可以的。佛法非常浩瀚，快乐无比的啊，这个最后的身体，最后一生呢、啊，对你自己啊修行啊积极的目标，终极的目标。人道没路的了，像人道你自己啊不跨越，也没有办法找回自信。加在我们玄奘大师
好处就是净化，而不是在这里你头脑还一直在想，啊，心还在动，哎呦，你的业很重哦。啊，生命无常轮回啊，学佛学到这样就输掉了。啊，为了一个人，为了一家，把你毁掉了很多。像一家你能不救也不能救，啊，一个人你不也不能救，那个叫做醉生梦死。在于是就这种人，那这也能不能做不做主，啊，所以某种做主，啊，给你无法自拔，全都毁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身体啊是最后一生哦。在我们这里修行啊，提升自己都是救自己身体的。像这在房屋一组很精彩啊，啊，每个人你看看最后一点这个好好处我给阎王讲啊，他们呢当着这万物都要讲出来，他现在这房屋都八九章很好，这个出书啊，啊，以后教科书给孩子讲，千万不要执着。啊，你一执着就做万物了。啊，我特别喜欢这，特别喜欢书了。在相关大佛寺啊，啊，给他修行能成就的，活在这里，老子在这里，啊，能超过轮回啊，外面不行的啦。而且你看我们这里丛林零污染都没有，不自由你都不要想那么多，你有问题就问佛，而且要体悟人生的，看每个人 啊不要讲个人福报不同，人家有修啊啊富贵，没修很苦的，像人大菜市场什么样都有，真的。像我们这身体啊，啊，来的不容易，培养如佛之心不得了。我们都是在栽培啦，啊，你只要有佛之心，很快见性，没人懂。而且你看现在人生老病死，我们这里没有的。阿弥陀说：“啊，他怎么又生老病？他不听话，当然生老病死了。要看苏师姐了。我代表南无阿弥陀佛了，代表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啊，超度也不会累，超很多，讲经也不会累，啊，越讲越精彩。”我无慈悲啊，蓝铁科技哟，啊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。啊，修行很好修的嘞，在我们相关大佛寺非常好修啊。像现在人的啊昏沉都是灵性的萎缩啊，看到孩子很可怜的嘞，啊，都进入空间啊，拜佛都倒下去了，没人懂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修行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啊，修行是以灵敏度了，灵敏觉知了，啊，灵敏对你自己啊，啊，越来越灵敏，那是佛法了。
真的没人懂。人道来讲啊，你看，这身体麻烦的来，啊，你越执着越执着，啊，他就越困难。啊，你不执着，他什么事都没有。像你看看，我每天某种在攻击的，因为我超太多很正常的。那要不要紧？不要紧，因为我是西方人呐、啊，你们也是西方人，只是你们看不下，放不下。啊，这要智慧的，真的，身体科技科技有，像操这么多魔种不攻击会的，在相关大佛寺给大众讲，哎呦，人体解脱很容易的，没人懂。啊，我们这里叫做丛林呢，它是灵物啦，就是叫你不要乱想。啊，叫你乱想乱想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这人想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叫你不要看我进房间，啊，我马上带佛号的。我好喜欢六字红名哦。叫你们自己要自救啦。在这里是处理轮回的嘞，啊，我们在培养人才，啊，身心疗法，科技的科技，每个人都行的嘞，在这里给大众讲，越来越明。啊，越来越圆，什么都能解决，这是佛法啦。啊，只要轮啊不轮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现在人呢、啊，都在空间，灵性就萎缩啦，像一下就走，一下就走，哇，这很严重的嘞。在外面人不懂，我们这里不准。假如你不苏醒呢，你要见性不可能。啊，你不见性呢，啊也会生病。因为啊，你睡了以后就是众人来讨债啦。我给全世界人讲要听我，进入昏沉的啦，没人懂。像你看我们三间法会，我们今天讲了两场了，晚上就三场了，也不会累。而且每天有法喜，真的，所以啊，修行是日常生活、行住坐卧皆当谨慎之处。啊，修行的灵敏度啊，灵敏度即啊，大力自然的显现。科技啦，科技，它不会累的。啊，人道骗人的啦，见性才是真的啦，不然一天一天的老。啊，人做无做无做做做，找回自信的啦。啊，修行精进见性啊，很快哟，在相关的非常快。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啊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，你能做得到100分，在我们这里很容易。啊，这里没有给你后顾之忧啊。啊，以慈悲啊善意对待每一位，对自己帮助最大，所到的遵守佛陀的教育，都是救自己的来。啊，人道没路了，人道经也不能听，也不能改，来这里就拜来了。啊，所以遵守佛陀教育道德的
准则，所见无妨，以正确的行为指导自己生活，自己看应自己，自己救自己啊。像我给我们讲，我八十岁都自己照顾自己，我不用人家帮忙的。啊，相反，威斯贝给我谈语，我感谢他，都是靠自己的。啊，体力越来越好，只要人家帮助就输掉了。啊，所以啊，保持真诚，善待他人，而不是我好别人不好。当下，啊，目前相关组织做的就是，像现在来修行人呐，我也给大众讲。你放不下，你怎么去修行？啊，你还会想，你怎么去修行？要空的来。最笨就是想，人家也不会想你。像我也给孩子讲，你想你儿子，你儿子也不会想你。人家想你，早就来找你了。最笨就是在想了。啊，这个想就是污染。污染很厉害的嘞，而且会现分层，一下就进空间了，啊，比那些骗子走了，啊，人道给他没有本钱呐，自己啊，好好的自己苏醒，没办法去照顾人的啦，现在自己成就才能帮助人。我给大众讲又听，啊，不要提决心、信心、毅力面对问题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以啊修行有具前机、践行机会，不然你看看，啊，同路魔众一条路，可迁移诸子三路，啊。就是分层而进入空间，都是魔众牵的来。啊，你说你有没有魔？你自私就有魔了，不然怎么会进空间？啊，人家唱诵都来不及，每个人进空间。像上师今天我们这里很浩瀚，浩瀚在里度无量无边的来。假如你睡觉就没有功德，很可惜的。啊，一个薄命之地，南无阿弥陀，那么哎呦，功德很大。啊，很多人不懂的，一句佛号，佛超了无量无边，你功德当然大了。佛在超度，你进空间。不可能啦、啊，没功德。啊，我也给比丘、比丘师都你讲了很多啦，超度都来不及，还分层哦，好严重的嘞。啊，人太苦了，没人懂。啊，活在世上，给大众讲，珍贵哦，尤其在相关大佛寺，很珍贵的。